大家好，今天我想用中文给大家介绍一部中国电影，它叫《孙子从美国来》。其实这部电影不是学习中文最好的材料，因为里边有时候说的是方言。那我为什么还是想给大家介绍呢？因为首先这是一部非常优秀、淳朴，然后很有中国特色的电影。看了这部电影，你可能对中国的了解会更多。然后呢，我觉得里边的台词和人物都很有意思，我会选一些片段和大家一起欣赏，然后和大家解释里边的台词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先认识一下电影的两个主角。第一个是退休的皮影艺术家，我们叫他杨叔。还有一个是杨叔的儿子从美国带回来的小孩，我们叫他布鲁克斯或者布斯。布斯会说一点中文，然后呢，他非常喜欢蜘蛛侠。这个电影发生在中国的陕西。有一天，杨叔在午休的时候，他听到有人敲门，我们看看谁来了。你找谁啊？爸，是我，董亮。董亮，我回来了。你不是死在外头了吗？我给你介绍一下。把门带上。爱华，这是我爸，快叫爸。爸，布鲁克斯，快叫爷爷啊！快叫啊！您这岁数还认怂？爱华，你带着孩子先坐下啊。爸有啥吃的吗？爸让饿的。有屁吃不？那我们可以看到是杨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，但是杨叔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高兴，为什么呀？他还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你不是死在外头了吗？这句话的意思，其实他想表达的是，你这么久没有联系我，我以为你死在外头了。然后我们看到杨叔的儿子带回来的美国小孩不愿意叫杨叔爷爷，杨叔的儿子解释道，这孩子认生。认生的意思是，如果一个小孩见到一个陌生人，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觉得有点害羞，然后常常不敢说话，我们可以说这个小孩子认生。对，我们这个词一般用在小孩子身上。杨叔的儿子问杨叔，爸，有啥吃的吗？把人饿的。杨叔告诉他，有屁你吃不？这里啥的意思是什么？因为这个词其实它是一个方言，但是现在呢，在中国别的地方其实我们也会用，比如说我的日常中我也会常常说啥，比如说我会说今天晚上吃啥呀。然后呢，他告诉杨叔，把人饿的，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他很饿的意思。杨叔告诉他，有屁你吃不？我们结合杨叔的表情可以看出，杨叔不是很愿意见到他的儿子，所以他告诉他，有屁你吃不？屁的意思是这个，那我们可想而知，这不是一个好词。所以呢，如果当你在不高兴，或者说你不同意对方说的话的时候，你可以说，比如吃个屁，看个屁，去个屁。比如说，如果我的朋友问我，我们去吃饭吧，那我可以说，
吃个屁，饭店早就关门了。那这里我想说的是，已经没有东西吃了，为什么？因为饭店已经关门。或者如果有一个人一直很奇怪地看着我，我会告诉他，看个屁呀。简单的说，杨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，而且他还带了美国的女朋友和他女朋友的孩子。第二天，杨叔的儿子和他的女朋友因为有突然的工作，把孩子留下就走了。于是杨叔和这个美国小孩的故事就要开始了。那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上厕所，我们看一下。臭臭就对了嘛，茅房想我是厨房。布鲁克斯想去上厕所，他发现那里的厕所和美国的不一样，因为那里的厕所很臭。杨叔就告诉他，茅房当然是臭的，厨房才是香的。那茅房的意思就是不可以冲水的厕所，所以当然比较臭。上完厕所，我们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。你给我下来，我要吃 hamburger。 屁你吃不上。我要吃 hamburger， 我一定要吃 hamburger。 汉堡哥，啥是个汉堡哥呢？汉堡哥，哦，汉堡包吧，就是老外吃的。哎，对对对对，电视上前天打广告了。那咋有卖的呀？哎呦，我省城有，咋着没有。在这里布鲁克斯说他想吃汉堡，杨叔也不知道汉堡是什么东西，于是他就去商店问了。商店的人告诉他，汉堡是老外吃的，电视上天天打广告呢。可是那儿没有卖，不过他给杨叔做了一个。我们看一下他做的汉堡是什么样的。这是 hamburger 吗？中国的 hamburger。吃完汉堡，布鲁克斯说他想喝牛奶，于是杨叔又去商店给他找牛奶了。杨叔，嗯，想买件啥？你这儿有牛奶有没有？牛奶？哎，哎呦，没有。前段时间进了一批，没有人要，过期了，扔了吧，又舍不得扔，让家人喝，结果全闹肚子。哦，哎，你买这干啥？那啥，最近这个睡眠不好，想补一下。商店的老板说现在没有牛奶，为什么呢？前段时间啊，他进了一批，可是没有人要，全部都过期了。如果把它们扔掉呢，他们又觉得很可惜，所以商店老板和他的家人把牛奶都喝了，结果大家都闹肚子了。商店的老板不明白为什么杨叔要买牛奶，因为在那个地方喝牛奶的中国人不是很多。杨叔不想告诉他，是因为他家里有个美国的小孩，于是他说他最近啊睡眠不好，他想补一下。我们要吃一些好的东西，或者喝一些好的东西来补身体。总之商店没有牛奶，不过老板告诉杨叔，村里另外一个人家里有一头奶牛，于是杨叔就去找那个人要牛奶。那个人在给杨叔牛奶的时候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。这喝牛奶呀，对人的身体那是最好啊。你瞅人外国人为啥那一个个长得又高又壮的，和那外国娘们长得那叫一个白，为啥呢？那就是天天喝牛奶喝的呗。哎呦，那外国还有黑的呢嘛？黑的那是从小喝巧克力奶长大的，你不懂。那个人说喝牛奶对人的身体最好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瞅那外国人，瞅的意思和看是一样的。他说你瞅那外国人，
长得又高又壮的，都是因为喝牛奶喝的。还有外国的娘们，娘们的意思就是女人的另外一个说法，但是这个词说起来比较粗鲁，所以不建议大家用。他说，你瞅那外国的娘们长得那叫一个白。杨叔就问他，那外国的黑人又是因为什么呢？他说，外国的黑人是因为喝巧克力奶长大的，所以他们很黑。一些外国朋友可能知道，在中国有一些女孩子比较喜欢白皮肤，所以他们会买很多东西让他们的皮肤更白，而不是去晒太阳。如果你去中国的话，你会发现夏天的时候有一些女孩子喜欢打伞。相处了一段时间，杨叔和这个美国小孩的感情越来越好了。不过杨叔的儿子和他的女朋友马上就要回来了，布鲁克斯也马上要去美国读书了。电影快结束的时候，他们说了这样一段话。不是啊，你喜不喜欢爷爷呀？喜欢。哎，爷爷也喜欢你啊。你以后有机会到中国来，不要忘了来看看爷爷。嗯，记住了。记住了。哎，我们过年一起吃饭。对。过年一起吃饭。杨叔告诉这个小孩，以后有机会来中国看看他这个爷爷，然后大家一起过年吃团圆饭。那他们过年的时候真的团圆了吗？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，可以去看看这个电影。不知道你们喜欢这一期内容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订阅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哦。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你们想听什么样的内容。那我们下期